一下防晒膏。翻板，翻板，哦，翻板。岳哥是不是平时喜欢玩水上项目？岳哥是冲浪，对。我是玩过桨板，我从来没玩过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下水去训练。好，好。涂一下防晒膏。你这个是不是持久一点？对，它这个是有机的，对，它是泥。啊、哦，因为我冲浪嘛，冲浪圈非常的提倡环保，虽然颜色没那么好看，这样子白一点。有点，人家就涂他那块就行了。你也是一大片，这儿剩的没有，就是差不多。哦，哇！我看到这个海景就，真香啊！回来。一人拿一个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翻板翻板。我们大概先讲解一下这个翻板。好。右脚的话，你基本上就是踩到这个中间的位置，然后你上来，保证好中心，左手抓住桅杆，右手抓住板杆，然后这样子去找风。那你帮我推一下。帮我推一下了，拜托了。帮我推一下了，拜托。站稳哦。好。哇，真厉害，耶、yeah ！调整翻，不停的调整翻的方向。哦，有喽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那个风帆，其实我没玩过，但是我冲浪嘛，所以呢，不管是核心啊、平衡感啊，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太牛了，好厉害！先试一下啊。对，你要找平衡，慢慢保证平衡，然后缓慢的调整翻的角度来找风。可以可以，因为我之前也玩过水上桨板，而且平常自己也会练练瑜伽，平衡感还行，所以玩这个翻板还比较容易上手。太酷了，这没风怎么办啊？我要再试一次。看来不是所有人都会玩翻板，初学者会遇到哪些问题呢？一，双脚位置站立不当导致重心不稳；二，脚风姿势不对导致无法前行，以及过于兴奋导致气息紊乱不停落水。让我们来看看正确示范。双脚在翻板中间保持重心，双手交替拉起牵引绳，双手抓住翻杆去找风，这样你就可以扬帆起航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怎么样？海水有点咸，再试一次。你找风的话，把那帆再朝自己这边一点。好。别乱动，重心低一点，保持均匀呼吸。知道了，一唱歌就好了。他好开心哦，因为他终于不倒了。你往前走，往前往前往前走呀，一直走，别呀别呀回头，哎呀莫回头，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，回来。好。
怎么回去啊？我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啊。回不来呀、啊，回不来呀、啊。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游过去。他往回游，游回来。特别的享受，虽然我第一次玩我也没以前没玩过，但是我觉得我会迅速的喜欢上这个运动，特别舒服，真是太开心了，心情还是比较阳光的。大孙悟空漂洋过海学艺，直男比心，先这样去，腿也都比心，哎，然后再这样。过程当中是累的，那其实心里面是开心的。那太舒服了。那三个是我们的人吗？是他们三个人吗？军哥，哎，来了，他们仨来了，加油！要翻的了，要翻的了。军哥，有本事咱给他来个直男比心。一二，哇！我帮你们招一些吃的喝的哈，你们欢乐帮你们全部安排好，好不好？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是卖虾饼对不对？对。有经费有经费的做法吗？没经费有没经费的做法。就是，因为我们来这里，这个岛上，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经费，我可不可以就是打工，然后换取可以吃虾饼的 ？No， 不行，你也是打工的、啊。对，哦，好吧。那我如果可以招很多人来，可不可以分我一两个这样子？不是很大名气的人。哦，不是，那我只是，我不是说我是有大名气人，但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号召一些人。我能卖出十个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两个或三个？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好好好，谢谢。有人要吃虾饼吗？要不要吃虾饼？有人要吃虾饼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我要五个虾饼。你要五个虾饼？虾饼你要只剩两个了。那就给我吧。我，你再想一下，其实你可以吃一个虾饼配其他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两个再配其他的。你一定要两个虾饼吗？我就喜欢吃虾饼。不是，虾饼我也觉得特别好吃，但我有几个大哥，你们也是大哥，但大哥们他们，我想给他们品尝一下这个虾饼，你们留一个给我，好不好？你们留一个给我，然后配你的一个虾饼配其他的，给两个虾球。好，谢谢大哥，你这人真好。哎，你做起生意了，潘帅。为了他们的虾饼啊，他们等下上来给他们吃点东西啊。好吃的虾饼，好吃的虾饼。只剩一个，不要宣传虾饼了，虾饼要留给他们。哦，留给他们。因为我知道他们玩这个船啊，等于是消耗很多的体力嘛。那我想说去给他们弄一些吃的。然后弄一些喝的，好喝的椰子汁，好喝的椰子汁，清凉可口，身体舒畅无比，努力做好我的角色。对，哇，这风吹起来好舒服、哦。对啊，特别舒服。怎么样，海上运动还是很累的吧？挺好玩的。太好看了，这儿。每次看到海，就有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。对。真的就是因为喜欢海才来这座海岛，所以喜欢，所以要保护嘛。所以小贝，你接下来也没什么计划，就先待在岛上。嗯，对，我还在享受这种生活，因为我的前20多年活得太中规中矩了，就一直就是读书读书读书。对，我不一定说可能会在岛上待到老，虽然我有这个计划是那么想，但是起码这一段的经历是很珍贵的。挺好。这是我非常认同的一种生活态度，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生活模式也不是只有一种。这些新岛民在这个小岛上生活着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，
但是他的生活方式让他的内心是比较富足的。我觉得这个让我特别的赞赏。水上漂。你在干嘛？你要扶好哦。水上漂。他就比较调皮，这个。好厉害啊，他水上漂哎。三个哥哥从海里面上来走路会特别慢，你知道吗？欢迎回来，我们帮你们准备了虾饼配椰子水。椰子，这挺要钱的吧？甘伟博用他的叫卖，来来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哇、哦，太牛了！补充一下，补充一下。毛巾要不要？毛巾要不要？谢谢谢谢，真棒！你们真的挺了不起的。